200南方日报广州版海珠科技金融专项资金未来三年投5000万。2015年7月15日6:55广州观察 AII05 http 冒号双斜线 paper.southcn.com 斜线 nf really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5斜线 content 下划线7449144.htm 叶成功在新三板挂牌，一家企业在审，另外有20余家企业正在推进股改等前期筹备工作。未来海珠区还有54家以上企业计划在广州市股权交。